就是爱，做了几个动作就好了，这就有点遗憾，就是浪费我们的时间和资源了。好，我们现在呢要跳音乐、跳情节、跳故事、跳舞蹈的内涵。那么我们今年呢，现在要学的这个是蒙古舞。蒙古舞呢，我们先从它的风格来说，我们一定要把它跳出那种胸怀草原的那种辽阔和开阔感。然后我们身体的基本站姿呢，体态呢是挺胸，身体稍稍后仰一点。对，不管是在我们预备的时候，动作的时候，它都是特别辽阔的感觉，真的是胸怀草原啊！因为你看它那个草原是很广阔的，如果你这样呢，眼睛是不是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我们的体态就决定了我们这个蒙古舞的风格。对啊，你们就记住，我的身体是啊，后背直立，前面的胸腰打开，身体后仰。对，后背直立，前胸后仰，对，很多动作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对，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这是我们蒙古舞的基本体态，后背直立，前胸后仰，对，记住这两个词儿，基本体态，后背直立，前胸后仰，对，前胸怎么样容易后仰呢？第一，让我们的前胸打开，好，肩膀两个肩胛骨相夹，肩胛骨有没有看见这两片骨头像一个大扇子一样，好，这样相夹，前面打开，后面相夹，是不是就打开了？对，身体再稍稍后仰一点，哎，蒙古舞的基本体态就有了。对，肩膀不要耸起来，肩膀要放，一定要使劲使劲下沉。对，对，好的。好，我再说一下蒙古舞的手。蒙古舞和其他舞蹈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的手一定是四指并拢的，虎口打开，后面四指并拢。对，这就不是蒙古舞了，这也不是蒙古舞了。你要跳蒙古舞一招一式是那么回事，你首先要从你的手臂上，哎，一看五指四指并拢的，好了，它一定是蒙古舞。好，今天我讲完，你们基本上蒙古舞的基本上就会跳了，基本的体态有了，基本的手的姿态有了，对，就差不多了。为什么我们刚才要练这个掰手指呢？你们回家除了掰手指，还要掰掰手腕。那当我们硬腕的时候，你漂亮的手一展开的时候，哎，对，这就是我漂亮的蒙古舞的手了。好，虎口打开一点，对对对对，好漂亮，这谁的手啊？谁的手这么美？对，是不是蒙古舞的那个感觉已经就有了？对，好美好美，好棒好棒。好的，等一下我们再练硬腕、硬肩、揉臂，然后我们可能要练三个步伐，练几个基本元素，我早点跟你们讲，你们就早点开始练习，开始消化哈。我看看我们有多少人开了视频，开视频的人不多，没关系，好吧，可能今天第一天。哎呀，我看见小朋友转的那么好，来，我们先从我们的硬腕开始。手腕带着走，一二三四五六七，指尖不动，只动手腕。好的，如果你弄不好呢，把自己的手指头尖抓住，一
二，指动手腕，五六七八，主动在手腕，随动在指头。当当当叮当当当当叮当当啷叮当当啷叮当当当叮当叮当当当叮当当当当叮当哒啦哒啦滴答滴哒。对，让我们应腕的时候，重拍在上。好，到时候我们还有这样的动作，就是指尖冲上。我们现在先是好应腕哈，应腕来，五六七一个八拍，一二三四五六平位，二二三四五六上位，三二三四五六旁平位，四二三四五六七停。好，一共四个位置。前位，前位的位置我讲一下方位哈。前位的位置在我们的前斜下位，有15度的角度就足够了，25度就多了。好，以后我讲位置的时候，我一说在哪儿你们就知道了，所以我们的集体舞以后想乱都不可能了。前位哦，两个手臂与肩同宽，在身体的前正前方，这里的角度顶多15到25度，15到20度。位，让我们的手臂腕肘肩在一个平行线上，与我们的身体形成一个90度，这是我们的标准的前平位上位。好，上位容易犯的是肩就肿起来了，不要，肩膀依然下沉。好，不要让我们的手臂抬在身体的前面，不好看。手臂一定要在与我们的身体是直行的，手臂打开，对，手臂打开。对，刚才为什么要压一下肩呢？我还要课下要留作业，一定要压肩，不压肩，你这样跳舞丑死了。跳舞一定要至少手臂要伸直。对，然后当你手臂贴耳的时候，一下就能贴到耳。如果在这儿或者在这儿，这个舞蹈的美就打了一些折扣了哈。好，我来数四个八拍，四个位置，前斜下位、前平位、上位、旁平位。好，硬腕，预备，五六七 go， 一二三四五六前平位，二二三四五六上位，三二三四五六旁平位，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哦，好的好的，动作都对了，但是好像这个腕用力点不好。来，我来一个一个说一说。两个方法，一个是抓住指尖指做腕，一个是手放在腕的顶多一个半英寸的地方，手腕去找指头，手腕去找指头。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主动在手腕，主动在手腕。好的好的好的，谁的手那么美，好好看。对了，小朋友的指尖不要主动。好，我们这里有一个关系，主动和随动的关系。如果主动在指尖呢，你动作就成这样了。如果你就强调我的主动在手腕呢，腕主动在手腕，主动在手腕。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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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就有了。指尖不动，我们一个手一个手来做，请用你的左手捏住你的右手指尖，
就不让它动，只动腕，只动腕。来，我数两个八拍哈，五六七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好的，哦，为了让它起伏大一点呢，是不是有提腕，有压腕，它是不是才有幅度啊？如果你只有提，哦哦，提两个提不上去了。提腕，提腕，压腕，提腕，压腕，提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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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对了，对了，肘不动，肘不许跟着动，肘不动，指尖不动，只有我们的腕在动。对了，对了，对了，好漂亮。好漂亮，好的好的，谁做的那么好？咦，好美呀，好美啊！这是我们的杨先生，您好，看看手腕动，手腕动，对对对对对啊！你把它。您手腕拿太高了，你太辛苦了，你把它拿在与肩平衡的，再降下来一点。好的，啊，在我们的下巴下面，胸前就 OK 了。对对对对对，在五指并拢的基本，对对对，对，好，那就先来，先练一下耸肩。这个耸是两个从两个人的那个从下面一个耳朵，就是高耸的耸。好，肩膀全部放松，彻底彻底放松。好，让它重拍在下，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好，啊，怎么做的会好看呢？总要总起来，落要落下去，让我能看到这个高低起伏。对，我们今年主打的动作，对，就是这个蒙古舞的耸肩，然后到时候把各种动作给它加进去，但是基本的是在肩上。对，再大一点，高要高，对，低要沉下去，使劲沉，沉有高才有低，有低才有高。好，手别叉腰，手叉腰可难做了，然后手就自然下垂，所有的到处都放松。好，我们来做四个八拍哈，耸肩，重拍在下，五六七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好的，来，我一个一个看一看。起来的时候，你就想我的肩膀去找耳朵。下沉的时候，是你能沉下去的极限。这样我的反差是不是就大了？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再沉再沉再沉。对对，手臂不要动，只动肩。对对，好，再动作再大，动作再大，好的。好的，喂，好棒好棒啊，这个动作有一个那个什么，坐着坐着就自己就不舒服了，就坐不下去了，是因为什么呢？僵硬啊。所以你做耸肩的时候一定要至少是我们的腰部以上的所有的肌肉群都是放松的，不放松你可难弄呢，特别麻烦。对，练着练着就僵了。好，瑶瑶来，先提起来，落下去，提起来，落下去。来，我们先做慢的，尽可能的提到最高，降到极限，提到最高，降到极限。哈，好棒！来，我先数两拍，走一个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二三四四个八拍。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一拍一次，一二三四，总落七八，二二
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好棒！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一拍两次，一二三四五六，重拍在下，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坚持，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嘞，快拍打拍打，让自己放松一下。好，等一下我们会休息十分钟，休息十分钟回来练练这个，练这个你们待会儿怎么弄呢？哦，找两把椅子，找两把椅子放在自己的旁边，自己的身体能够到的地方。这个我们舞蹈里用的特别多，所以我们今天要练，把总肩和旁移加到一起。你旁移移不过去怎么办？放一个椅子，你去够它。左边够完，右边够，左边够完，右边够，左边够完，右边够，马上就有了。对，马上就有了。肩呢，肩呢，肩呢，动作有了，肩加上，一个动作出来就帅死了。等一下，我们跟着音乐，踏踏踏踏，整齐划一的这个动作一做上，掌声全来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十八个人左了，二十个人右了，那就惨了。一定要踏踏踏，齐刷刷的。好，这个动作不急，我先说一下。哦，你们还有一个就是，你们不用着急说，老师我做不出来，我根本练不好。没有关系，为什么要强调让你们把视频都打开呢？那我看到你们这个动作能练了以后，能完成的完美的，我才把它往下教。那如果我觉得，哎，这个动作我教了，大家好像身体马上就算练了也不能完成，没关系，马上换，马上换动作。对，所以你们要先把它尽可能的把它表现出来，让我看到你们能完成的那个度和那个样子哈。我们在做微调还有就是我们的上课的时间还有动作，以后包括以后的队形随时我们都可以调整，所以你们把你们交给我，心里不要有任何压力好吗？喝口水休息十分钟，十点十分我们回到 Zoom。 谢谢大家，谢谢于老师。不用谢，上半堂课先走。嗨，今天像什么？像什么？谁帮我讲一下，说一下像什么？这个耸肩像什么？像什么？像嘚瑟。像嘚瑟，有点对。在哪嘚瑟呢？马吧。草原上什么多？坐在马骑马上面骑马了。马上。谁这么聪明 ？Perfect 哈。像不像？当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叮当当，就像我们在马背上呀！你看这个动作，马上就有了。对，太棒了。好的，就是这个意思。再加上你们的基本体态，基本体态是什么？挺胸，前胸后仰，后背直立，前胸后仰，八个字记住，蒙古舞的基本体态。后背直立，前胸后仰，后背直立，前胸后仰，就是我们什么蒙古舞的基本体态。好的，再加上我们的耸肩，是不是马上就有了？再加上我们的硬腕，是不是全都来了？对，你们就这一天基本上蒙古舞就会了。好的，我们上半身的动作我们已经有了一个70%-80%的概念了哈。下面我来说走马步，它不是跑，它是走。然后我们脚和谁落地呢？好，我们先站成我们中国古典舞的踏步位。好，这个位置怎么走呢？在我们正步位的前提下，脚去到旁斜位，就是我刚才说的28点的方向。好，
这样落下去的时候，重心在前的后面脚，这三个脚趾头落地。重心往后的时候，前面脚这三个脚趾头落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就是我们的走马步。好，我来再仔细说啊。你们一定要把重心弄好，重心弄不好脚就扭了。好，重心在前的时候，看到没，前脚落地。如果你们练过中国古典舞，你们就知道前脚掌落地，后脚掌是虚的。所以它虚的时候呢，脚这样落下去不占重心，所以它不会扭着脚，也不会用力。但是那个样子左摇右摆就有了。对，想一想，先慢一点，先慢一点。啊，宝贝儿，您做的是小天鹅，您做的是小天鹅，小天鹅。好，不用吸腿，不用吸腿，先从我们的中国古典舞的踏步开始，来，一点一点来，正步位。小八字位站好，左脚往前迈，有红绳的是右啊，有红绳的是右，所以这边是左，左脚往二点方向迈，迈出去以后，后脚是不是直接就脚尖？看到我的脚尖没？能看清吧？回回回。回回回，对对对对对对对，好，等同于我们的脚呢，好像拿一个胶水粘在地板上了，它没有离地的时候，但是它是交替的粘，左粘完右粘，右粘完左粘，对，然后这比如是我的脚啊，每次落地的是这次。后三个指头是这样落地，后三个指头，对对对对对，哎呀，那个样子一下就有了。这是什么星空安月是谁？好美，对，样子马上就有了。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啦滴哒滴哒哒，好的，瑶瑶，好好，你们必须强调一点的是什么？不管你重心在前的时候还是在后的时候，看到我脚有没有离地的时候，脚有没有离地的时候，没有，对不对？脚没有离地，对不对？永远不离地，没有脚抬起来的任何时候，对，完了以后记不记得刚活动的时候我还让你们压脚背，我们又不跳芭蕾，压他脚背干嘛？哎，这就用上了，这是不是就用上我们的脚背了？啊，如果你的脚背没压出来，大铲子你弄不下去，你一定要有点脚背，你这个才压得下去，才漂亮。对，所以你们空了又得拍手，又得掰脚，跳个舞好辛苦，是不是？啊，对。来，我们先练一个八拍，正步位站好，预备好你们的左脚往二点迈出去，二点是我们的前斜位，五六七 go， 一，先检查一下后面三个脚趾头落地没有，挪重心，二，前面三个脚趾头落地，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检查脚趾头，打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好，我讲一下这个规格要令。好，他这个腿呢是交叉的。好，
尽可能的不要让我们有大叉腿的时候丑爆炸了。好，后面膝盖尽可能的藏到前面膝盖的这个窝窝这里。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都是在踏步位上完成的。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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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儿，粉衣服的小宝贝儿是谁？膝盖并再并拢一点。好的好的好的，好好看，很好。对，好，然后我们身体呢是往两边平着移过去的，基本上身体不走前后的方向，是走左与右的方向。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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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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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只要你的身体是前后的，你的用力就对了，身体的韵律没有这样的哈，左右的摆动，然后脚趾头后面三个脚趾头落地，对，走马走马一下就有了哈，再来再来，慢慢来，还是慢慢来。好，小八终于站好，预备，左脚向右前斜方向迈出去，是不是马上膝盖并拢？看见我的后面三个脚趾头着地了吗？能看见吧？哎呦，这个脚下一个指钉脚。好，指钉脚哈。好好，正步位站好，小八字位站好，预备，往这边迈出去。看，马上看我的脚。好，回来，出去，回来，出去，回来。对，好。虞着点地的这个腿是没有重心的，有重心你就会把脚扭了，会很痛。所以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一个挪重心在前，挪重心在后，重心在前，重心在后，前。后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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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对，一定要把重心挪过去，千万别把自己脚伤着了。想着这个韵律横着走，韵律横着走。白 T 恤这是谁？是郭，你的。哦，左右摆动幅度不要太大，太大你重心挪不过来。好，就是到这个位置就足够了，你太大了，太大你脚会很痛的，不去那么大，一点点就够了。一二三，你就想两脚之间顶多是一个手掌就够了，顶多是一个手掌的位置就够了。对，看看手掌有多宽。你手掌哪有那么宽呀，宝贝儿？好，对，所以你看，从前面看，是不是我们这顶多就一个手掌的位置？是不是顶多就一个手掌的位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好好的，瑶瑶，好的，瑶瑶，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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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谁做的这么美？很好，很好，很好，好啊！动作熟练了以后呢，它有一个小技巧，它左与右交替的时候，有一点点抛物线，它在平移的同时呢，一点点，一点点抛物线。好像从这样上落到下，上落到下。好，你们仔细看我哈。好，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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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点，不是完全这样横着的。对，这样你就有时间落下来，有时间落下去，有时间落上来，有时间落下去。对，
抢，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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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漂亮，好漂亮，好漂亮。好，这次我数着节奏来，前面，一二，两个八拍一个方向，反四换方向。好，四个八拍以后，一拍一个方向。正步位站好，小八的位站好，预备，我们的左脚往右前斜方向迈出去，五六七，go，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还有两个八拍，三二三四五六七八，最后一个八拍，五六，一拍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一拍两次，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有点感觉了没？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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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口水。喝水的时候练手腕，脚累了练手，手待会累了练手臂。对对对对，好，走马，这叫走马步，今天就练到这儿。好，我再说两个步伐，两个步伐都是简单的，你们肯定都有学过。一个是错步，我们也用得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对，一个脚迈出去，另外一只脚跟在他的脚的中间。对，以后我们的错步都这样子，都在这儿。都在这儿，是不是你们想乱又没可能了？方向给你们定好，规格要令给你们定好，你们想乱都不可能。15度到20度之间，20度我都不可以，所以我们每一个动作都不会白练。来，错步啊，我们往这边走，先迈你们的，这是哪只脚？哪只脚？左还是右？右脚。对，有红绳的，谢谢。好的，先迈我们的右脚跟左脚，走四个哈，四个转一圈，五六七 go，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这个简单吧，简单吧，小颠步。对，宝贝儿又练成芭蕾了，不用脚尖，芭蕾这是追步，我们不要芭蕾的追步，我们要中国舞的小垫步，放在脚的旁边，追步是在后面，我们这个在旁边。对，这是芭蕾的追步，我们现在先不练它哈，我们下次练。嗯，就讲每次错的时候放在它的旁边，脚这里，脚后跟与脚尖之间这里，另一只脚放在这儿，放在这儿，放在这儿。对，这次转两圈了啊，五六七个，一二三四五六，还有一圈，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个八拍转一圈，一共转两圈，两个八拍。来，我数着，先冲我们的右脚跟左脚，五六七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嗯，我说两个地方，第一，做这个小错步的时候，膝盖稍稍弯一点，你膝盖太直了，你很难做动作，不舒服，你会很累。
而且凑不起来，看膝盖有韧性的，稍稍的弯一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膝盖稍稍弯一点。然后第二点，他的这个迈步跟步与那个小跳步呢，它全是在节奏里的，节奏是均匀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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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没？它完完整整都是没有所谓的浮点，哪个快了嘟嘟嘟嘟哪个跟上去，哪个慢了哪个快，没有，都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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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精准准的哈。如果在一个集体舞里，一个人跳得好没鬼用，一定要大家整齐划一的韵律，在这就是这儿，中间就是中间，上就是上，左就是左。对，就是集体舞，我们从一开始练的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个整齐划一的概念在里面。你们不论是练蒙古舞的韵律动作还是基本功，全部是我们舞蹈里用得上的。对，所以我说的每一个规格要令的细节等同于我们现在练好了直接拎上去舞台见就行了，不用再多练了。对，所以我现在说的这个四一个八拍小错步刚好一圈的这个，我们到时候舞台上全部用得着。对，这都是我们舞台上的动作。对对，所以就想想这个舞蹈好麻烦哈，规格要领又不是拧螺丝还那么精密的，还是真是真是这样。来，两个八拍，准备出右脚跟左脚，注意节奏的统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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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一拍拍在节奏里哈，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第二圈，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对对对，好啊，不要这样迈出去，不要，就是这样走出去，小颠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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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发现我的膝盖一直都在这个韵律当中？对，就真的就像那个骑马一样，一直在那个韵律当中。当你对膝盖有韧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怎么突然动作做起来这么轻松容易？对，也是在膝盖放松的情况下哈。我看一个走马步，一个小错步，基本上就是这样了。这个转身大家都会吧，从踏步马上转过来，我们到时候舞蹈里要用。好，这其实就是脚换了一个重心而已，还是在踏步的基础上，比如这个动作，一二三四五，马上就转过来。对，今天这是我们练的最后一个步伐哈，其实是转身，先转好我们的踏步，重心在前，慢一点呢，你看它其实是一个重心到中，换重心的过程。对，它一下就转快了。我们也只练一边儿哈。好，只做一个动作，手打开，一二三四五，做一个勒缰绳的动作。让我们的三个手指头把它捏起来，掌心冲外，两个掌心都是冲外，只不过，对，对，只不过手臂有一个上与下。这时候我们是谁？花木兰，花木兰，这时候我们就是最帅的那个花木兰。对对对，我们柔中有刚，刚柔并济。对，该擦亮相，擦亮相。对对对，该帅的时候有帅，该柔的时候有柔。这下我们别看我们就两分多钟里，啊，
一年四季都有啦，快慢都有啦，阴柔的也有，阳刚帅气的都涵盖啦，跳的让你们特别过瘾。来练这个，先打开，一二啊，也有规格要领，手指头尖冲前，螃蟹下位，这是螃蟹下位。螃蟹下位在什么地方呢？在我们旁平位与旁下位的之间，螃蟹下位，对，螃蟹下位，打开，转身亮相，对，这个一定要快。好，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一转身五亮相，演示一点啊。我们，哎，我发现你们个个都是才女呀，才华横溢呀。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个遗憾？上台了，我那么多美丽的词怎么用？用不上了，急死了是吧？身体调动，每一个部位调动起来，也不能忘了哪儿，眼睛。对，那么美丽的语言，我们上台的那一分钟，你没有办法说了怎么办？眼睛，转身。眼睛，对对，把你们心里想表达的那些东西，这就是你们的情感，怎么办？用我们的肢体，用我们的肢体来表达。对啊，我就觉得你们的语言太美了。我们现在来把它，我来想办法把它们转换，用你们的肢体，每身体的每一个细胞，还有情感。把你们的那些最美的语言给他表达出来，然后平时呢，你们这种时候平时不忙的时候，你心里也给他想一想啊，这下惨了，我可以在微信上说那么美丽的语言，可是我在表演的时候怎么办？我用什么来表达？心情、情感、情绪全部用我们的肢体，肢体全都涵盖了，真的是每一个细胞，不是说就这样跳完就完了，不是啊，不是，这是做了几个动作，不是跳舞，对，又有一个太牛的更深的作业了，把你们美丽的语言、心里的激动、感慨、想表达的东西，用我们的身体把它表现出来。所以音乐起之前，我可能到我现在就开始要求。音乐起之前，你们每个人不要大声讲话。哎呀，你看我都迟到了。哎呀，昨天哪哪哪买的那个东西，不可以，不可以。音乐开始之前，酝酿情绪，想动作。我们跳的是舞蹈，不是做了几个动作，对。所以你们现在这么多年，心里的那么自己的经历那么的丰富优秀，怎么办？用这个媒介把它穿起来，对，所以养成一个好习惯啊。为什么让你们提前五分钟进课堂呢？啊，就课堂你马上就要换思维了。我和我平时在任何时候，我 office 也好，家里也好，逛街旅行状态都不一样了。你进入到这一个环境里面呢，你就要有。从你身体、心理、精神方方面面要来到这个地方，对，所以我今天完了还要把音乐也要发到群里，闲了使劲听音乐，没有音乐没有动作，没有动作没有灵魂，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堂课，我给你们铺垫的东西有点多哈，又累身体又累脑子，来转身。练四个就往下走了啊，这是我们步伐的最后一个动作，转身，五六七八，一二三，转身，五六七八，第二次走，二二三，转身，五六七八，看见没，重心在前，后面腿是虚的，也是踏步，好，第三个，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反着的手在上，比如说我的右腿在前呢，
左手就在高。对，反着的手在上。啊，我们老师先生，对，反着的手高。哪个脚在前？反着的手高。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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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完美完美。然后上身稍稍往下哈一点，好，上身往下一点。哎，你们都多这样挺挺的，后背直立全有了，后背直立的基础上前挺。对了，前挺是不是就有了？对，前挺是不是就有了？到时候如果你们膝盖好的话，我还想让你们这样下来，美死了。对，我们地面的动作，空中的动作应该都不多。这次我们舞台的三个维度，地面、平面、空中，我们可能这一次用平面的多一点，顶多就是有一个这样的高低，有一个这样的高低，有一个这样的高低，顶多也就是这样的。对，好，这个手从旁边过来，从旁边过来，好，没有多的动作哈，躺平位直接过来，勒马，躺平位，啊，不要超过自己的肩膀，转身在前斜下位，勒马的时候躺平位勒过来，对对对对，这次动作一说，又是想乱都不可能。在旁边的时候手掌用力，我们练的掌呢，对，摊平勒马，摊平勒马，躺平位，摊平勒马，摊平勒马， OK， 过。好，再教一个，瑶瑶，你们练过古典舞的有这个旁移，大八字位，这是小八字位，大八字位打开蹲一点，好，脚尖也是冲我们的二八点，正着肋不舒服，我觉得这样舒服。好，旁移，身体尽可能的旁移，旁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带上我们的耸肩，身体在中间的时候高，旁的时候落，打一打二打三打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你们有没有膝盖痛的，蹲不了的？告诉我一下，你就不蹲没关系的。啊，如果在演出的时候也不怕，能低的最低，不能低的中等，更不能低的高。所以你们不要有任何担心，我们是快乐舞蹈哈。身体还要移。身体还要移，对，尽可能的移。好，我们先练着，马上你们就去拿两个椅子摆在中间，自己去够那个东西，椅子上放点钱，放点午餐。来，大八字位，好，先往右边走哈。你们叉腰舒服就叉腰，手自然下垂就自然下垂，这个不要求哈。来，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身体后仰，三二三四五六，总结，四二三四，手臂抬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还有三二三四五六七八，手臂往远撑，停停，好的，好，
们做两个八拍，我看看。今天第一天没关系，做不好我们还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来练。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坚持七、八、六、二、三、四、五、六、七，停。好的，好的，非常好。好，我再强调几个细节哈，跟我们刚才那个走马步一样，都有什么一个小小的抛物线，都有一个从直立到蹲的过程。好，你们先看看我这个啊，的一、二、三，是不是有一个小的抛物线，有一个直到蹲的过程，有一个直直到蹲的过程，对，身体后仰，后背直立，前胸后仰，我们的蒙古舞的基本体态，对对对。然后第二，所有的蹲不管完成的怎么样，一定要在节奏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加手臂，三二三四五六，叠杖，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好，重心挪过来了啊，来试试，先做这两个要求。好，四个八拍，五六七个，一二三四，节奏，七八，手尖落下去，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总间三四五六七，停。好的，好，这一次手臂带上，这一次的手臂的重心在指尖，重拍在指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手收收松放松，伸直放松，这叫弹指，弹弹弹，对对，先放松，哎，好漂亮漂亮漂亮，好美呀、啊！谁做的这么好？哦，今天有一个不礼貌，就是我叫不全你们的名字，然后网名和这里有的只有一个什么 iPhone 啊什么，我就所以可能会有点失礼哈，嗯，然后下一次看看你们在网上的名字。能不能给我一个名单，就是你们在这里出现的啊，所以当我纠正谁的时候可能会就比较准确一点，好吗？嗯，谢谢。好，来练这个弹指啊，重拍在上，用力点在指尖，跟我们的硬腕刚好相反，这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上上上上，五六七八，好，放松，弹出去，放松，弹出去，放松，弹出去，对，弹指，来，也放一个手在这儿，有这么一竖掌的距离就够了，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下来的时候手放松，对，你不然你弹不出去。对，这小朋友的手怎么那么美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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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嘞，用的动作里哈，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这是我们舞蹈里可能是最难的一个终极动作了。为什么今天要教呢？慢慢慢慢消化，慢慢慢慢消化，大把的时间呢。你们今天先记住这个要领就可以了。好，我们先来做，跟一下音乐做这个。
上台我们不会立，是大腿。你立了呢，1.6米的人就1.7米了，1.7米的人就成1.8米了，就会觉得哇，每个人怎么都那么高大挺拔俊美。对，有方法的。对，然后肩先从总一点点肩开始，好，下的时候一点点沉气，对，气息也在里面。对，练过中国古典舞的提沉涵养这里全涵盖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哈，都是从这儿开始走。对，身体基本上是大正面，我们先就是走身体的大正面哈，先走小的揉臂，就是前平位到旁位。好，做完四个以后，大的揉臂从下位到上位，来，也是先往右边走，踏步位站好。五，这是中国蒙古舞的预备起势。基本手型，手的之间一拳有余。好，身体冲8点，眼视2点。好，两个不同的方向哈，身体冲这个斜角，眼视另外一个斜角。好，5、6、7，上肢脚走，1、2、3、4、5、6、7、8、2、2、3、4，四个八拍，5、6、7、8、3、2、3、4、5、6、7、8、4、2、3、4、5、6，高的1、2、3、4、5、6、7，立2、2、3、4、5、6、7，立3、2、3、4、5、6、7，立4、2、3、4、5、6、7、8。好，往上走的时候，好，肩肘腕腕多带，落的时候先压肘。对，落的时候先压肘。对对对对对对对，落的时候先压肘。对对对，有样子有样子，好看。好，你们上来的时候可不能到这儿就结束了，不行，这是大妈跳的，你们这么多年的舞蹈热爱的功底，你们至少要把手臂给我抬到最上面去，抬到最上面去才可以。对，对，手臂能贴耳，手臂能贴耳举上去的时候，对对对，不要耸肩贴耳，对，千万不能到这儿就结束。对，这一点就都不挺拔了。对，一看，哎，不行，肯定没好好练基本功，肯定没好好，肩都没压开就来跳舞，那怎么跳啊？对，没，好好看，这时候再把后背带上。对，我们的这个男老师男先生，你的动作太美了，再加一点点完美哈。来，我跟你说，再加哪儿？加你的后背。加你的胸怀草原的后背，加我们蒙古舞的基本，对对对，基本体态，后背直立，前胸后仰，对了，加上你的手，走，5、6、7 ，Go， 1、2、3、4，完美，5、6、7、8、2、2、3、4、5。6、7，完美，好的，
后面手可以从这儿走，可以从这儿走，对，可以从这儿走，你从这儿走了，可以再往回一点，背到腰那儿，再往后走，背到腰，往腰上背，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的，瑶瑶，好的，好，落的时候肘，落肘，压肘，对对对，再往上，你想做平的还是这是哦？只有一个 iPhone 的名字是谁呢 ？Sorry 哦，黑 T 恤美女 ，Puma， 你是想练旁平位还是上位的？陈，我看到你了，你好棒！对。Puma 美女，你给我四指并拢，四指并拢，虎口打开，对，不许这样翻，直接这样横着拉过来。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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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从这儿拉，从这儿拉，从这儿这样拉过来，规规整整的从这儿这样拉过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了，美女们，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到了，我想跟你们一起回忆一下我们今天学的东西。可以把你们的声音打开了。我们先说三个脚的动作，第一个是我们的什么？走马步，走马步。对对对对对对，对，第二个是我们的什么？错步，一二三四啊，对，小错步 ，yes yes yes。第三是我们的什么？转身，一二三四五 ，yes， 对，都有回忆了哈。好的，三，今天课堂上学了三个脚步。好，再说我们的手臂动作，先学的什么？耸肩，重拍在下。第二，硬腕。好，第三，揉臂。好，后面的这都是我们的延伸出去的。其实我们今天课堂上就学了三个，肩与手臂的动作，三个步伐。都把它记牢，对对对对对，后面的延伸我们就再组合再延伸，一和八组合，三和六组合，这些我们就灵活了哈。先把我们的基本的都练好，然后教了一个舞台的方位，三个点，大正面与两个斜方向是我们的一点和二八点。好，也强调了一下手的位置。前斜下位，前平位，前上位，旁平位与旁斜下位。对，对，今天其实内容很多的，然后我会把这些内容录成小视频发到群里，然后这些东西呢，你们要留作业，我要给你们留作业，两个作业，第一每天必须练。只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我在加拿大的时候，然后我是在那个城市是加拿大农业大学的一个基地，反正就是我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国家农业部的加拿大，然后他们三五个人都会在一个公司上班。我第一个给他们教的舞蹈是一个维族舞，他们都不会进横移，然后他们每天会下了班集中到洗手间，照着洗手间的镜子去练。等他们春晚演出的时候，没有人相信是他们，有一个人夸张到冲到我面前来，于老师你知不知道他们都多大了，怎么可以跳成这样？我说我当然知道啊，我认识他们了一辈子，
我现在都不认识了。所以有一只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练，多练，熟能生巧，让我们的量变到我们的质变。所以你每天闲的时候至少掰手耸肩，听音乐，耸肩很麻烦的，跳着跳着都顿到那儿，跳不了了，跳不动了。所以要什么？必须的，熟练，熟练，再熟练。OK， 等你表演的时候自如极了，跳的根本不累，我想动哪儿就动哪儿，我想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好，这是我们第一个留的。对。第二个要留的，我会给你们规整好，我会把录频视频录好。今天先不合音乐，然后我会数着一个八拍一个八拍的，比如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然后这些一二三四这些慢的最基本的，我录制好小视频，你们按照我录的自己去练，练了选你们最好认为最满意的那一段，发到群里来。如果我们每周还是星期六上课的话呢，你们就要在星期四之前，截止到星期四的晚上八点你们要交给我。然后不交作业有特殊原因，你当然可以说那老师我好大的工作呀，一直在飞机上什么什么，当然可以，但是要说一下好吧。一周的时间呢，让我们都有一个认真的，特别认真的这么一个态度。然后我坚信你们到时候，哎呀，太夺目了，太精彩了，我已经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了，好吧。谢谢你们，今天我们的课堂就到这里，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可以在群里交流，任何事情都可以在随时交流，哦，不是任何，就是跟我们舞蹈有关的任何事情，好吗？谢谢大家，谢谢于老师，谢谢老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好的，瑶瑶，谢谢，再见。OK。